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跟竞速无人机的女飞手来做一项挑战，到底是她飞得快，还是我骑得快 ？Let's go。就这样飞走了，不是说好要等我？怎么比啊？人家已经绕五圈了，我连一圈都还没绕完。他也太看不起我了吧！在我身上像苍蝇一样这样飞。好，冲啦！第一次跟竞速无人机对决，我觉得还是不要试好了，差太多了。人家时速至少150，哎，我们时速最高30就拍拍手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不过也是一个经验啦。我觉得输得心甘情愿。欢迎大家有机会可以找竞速女王峰。竞速无人机现在是目前国际最夯的电子竞技运动，那也是目前台湾正开始推的。我们台湾的选手赵廷宇，世界排名第3，世界第3哎！相信未来他会在国际场上会有更好的成绩，为我们台湾争光。那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关注他的粉丝页，但是他现在还没有粉丝页，那先关注我的好了。你有粉丝页了吗？现在，那就先关注我的好了。好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们队上是叫他神力女超人，神力女超人，这个神速女超人啊。